他密度运动持续延烧，知名游戏实况主亚洲同神受到三年前被雷拉强吻，让他感到不舒服，引发外界关注。十八日，雷拉也在社群发文道歉，因为距离节目录制时间比较久，整个细节已经记不得了，只记得当时因为你忧郁的眼神、唏嘘的胡渣与拉风的脸庞，一时意乱情迷。然就但道歉文却被网络言上直指没诚意，甚至暗酸同神。然十九日，他再度与社群道歉，昨天的道歉没有拿捏好界限，用了幽默的方式回应，这违反了我的本意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但反省直说，未来会多加注意，无论是同性亦或是异性之间互动，以不影响他人为前提相处。Bye.